個都想貪靚啦。靚有冇標準？有冇啲叫嗱整整？我哋整容整形咧，都係想我要呢個鼻，我要嗰個眼，我要咁樣咁咁。咁我哋都知道咧嚇，即係靚嘅標準係隨住時代而家興韓國 feel 嘛，之前興殭屍 feel 嘛，係係嘛？係咁係喺即係整容界裏邊，其實冇啲叫即係 model size model 嘅一個 size， 即係一個即係樣嘅咧。其實有嘅，佢有佢所謂嘅黃金標準啦。咁、嗯、啊，唔知有冇聽過咧？有一個譬如面型嘅標準，有一個叫倒三角啦 ，for example， 啊，即係舉例啦嚇。咁啊，係事實有，譬如喺我哋做嘅時候，我哋會每個病人都有個個別評估，但整體上當然係大部分應受嘅，當然係面，譬如比較瓜子面啊，長面係比較中意嘅。但如果個面某位病人佢想做個面，佢話我已經好長，佢想再做長啲咧，變咗佢失咗個比例，就算係倒三角變咗唔靚喎。所以其實有一個黃金標準喺度，但係我哋個別我哋都會考慮佢嘅因素，咁適唔適合佢嘅